大爷你好，鬼愿意。大爷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你拿我当回事了吗？怎么了？不，你们红楼梦不有个口号吗？一进屋不欢迎光临，怎么我听不着那种声音呢？啊，大爷，你是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这是中午时间，服务员都吃饭呢，我是来替他们一会儿。咋替班的呀？啊，对，你把他吃饭的给撤下几个，让他过来喊一下子进屋。这么的，您想听口号，我给您喊两声，您看行不行？那也行。大爷，欢迎您光临红浪漫，男宾一位，里边请。骂人家啊！不是你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红浪漫对客人是热情的，你没让我感受到热情啊！好好，我上别的。别，大爷，我热情点，好不好？我热情点，您来，男宾一位啊！哎，大爷，没事，来人，人呢？哎呀，老板，大爷，老板，大爷，啥事儿？给扶起来，大爷倒了。大爷，老板，是不讹人？怎么了？来，你别管，你看我。你起来，我让你给他扶起来，你听着没有？能不能废话？想不想干了？哎，你不说这招不用了吗？我不忘了呢。大爷，你说啥？我说你喊的挺亮啊，你这声音啊，喊的好，行不行？你看这声，喊的挺好的。这孩子干啥的？是门口看车的保安。哎呀，看车的啊！这小子素质可太够用了。你看我刚一倒下，没到一秒钟，已经来到我身边了。啊，这是你们看车的？哎，门口保安。老板呐。你身边要有这样的保安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你的福分，就像前面说的，你家祖坟肯定是爆过炸。这好啊、哦，多少钱他一个月？他呀，嗯，他是我们这临时工，没多少钱。那抓紧涨钱呐，这人你得涨，得养住他，给他涨钱。嗯，您不知道大爷，就他在我们这儿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，啥事儿都指不上。你去给我倒杯水。大爷，你想喝水啊？啊，你们不喝水不是免费的吗？行，免费，一定免费。你等着啊，去。那个服务员小郭，给我倒杯水。哟，大爷，大爷，您看啊，这杯是凉水，这杯是热水，您看您想喝哪个？孩子，你是不是听谁说啥？顾客就是上帝，我们包您满意。您是长辈吗？套路还摸清呢，我换套路。你给我来杯温的。温的，好。大爷，您喝水。你给我换个玻璃杯呗，这个不行，我喝纸杯不行，喝完胀肚，喝这个。大爷，咱这一次性的都干净卫生。没有玻璃杯吗？给我找一个，我不行，我喝这个受不了。玻璃杯，行了，你先拿下去吧。玻璃，行，这么的，您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。我给您找一个。哎，快点啊！这个玻璃杯呀、啊，玻璃杯。哎呀，行。大爷，这么的，您看您用我的行不？哦啊，这行啊，这2000多了。这是水晶的，我说 你有10块钱的没？就掉点色的都行，我用那个都行。大爷，您是长辈，您随便用，新的还没用过。这怎么能没有那个10块钱？我记得我来过一回，那不有的是呢。还有我上回来一回用的是调查的呗，挺好的那个。大爷啊，您来过？
我来过，我在这个挂发票还挣奖中过奖呢，我在这。刘大爷，对，是我。刘大爷，你可来坐，坐，刘大爷，刘大爷，嗯，刘大爷啊，身体挺好啊，挺好的。我可找着你们了，我。你找我没用，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。刘大爷，您太可爱了，不是说钱的事儿，就是你们几个，中完奖走了以后，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，是吗？哎呀，大伙儿都想来到我们这消费，跟你们沾着喜气儿，说不定能中奖啥的，是不是带动起来了？喜悦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了。就是，哎，您儿子呢？我儿子指挥车那个，我儿子，就是刘老五嘛，我就来看看他。门口的保安是您儿子？啊，是。这里还有什么插头吗？不是大爷，我是说呀，你儿子孩子好啊，太好了。好啥呀？你不说他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行吗？你不行，我把孩子领回去。别大爷，我说那些话也是在气头上。我这两天因为他撞好几回车了。撞好几回？撞几回了？今天第四回了呗。那跟你有直接关系，你撞一回还记不住啊？那玩意儿。您太可爱了，从这方面我也不能让他走，就是画广告赶到这儿了。他往我们门口一站，那简直就是活广告。谢谢大爷，刚才你不说让他走吗？没，绝对不能。您看您这么长时间没来了，我也没啥送给您的。您喜欢玻璃杯，我就把这杯我就送给您了。是，不用，您拿着吧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拿着吧，大爷拿着。老板。是不是玻璃杯摔了？别管啊！哎，我的呀！不是，你说来的啊？怎么老来的啊？上我这惹事儿？摆平！我今天就把你摆平！不是，老王干啥这是吗？老五，这是你爹这是？上楼装孙子都不好使！哎呀，老五，你别拉我！别拉！哎呀！你现在呀？哎呀，老板，不是，你干啥你？哎呀，刚才你撞车那事儿，我你一个压下来，完你又把老板后脚也踹弯了。你们摔杯呢？我摔杯哪儿去了？他要给我那杯，那杯是掉地下的。那我哪？老板呢？哎呀，老板，我对不起，太对不起你们。那个，我儿子也没这福分，在你们这么好的地方也干不了。不行，俺爷俩不干了，我领他回去吧。刘大爷，你们回来。那杯子杯钱我也包不起，我一分钱没带。刘大爷，站住！听我说两句。现在我呀，已经看得明明白白的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就他这玩意儿，你说怎么？你们爷俩演这出戏，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。老五，哎，没看够的老铁们，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，点击公众号搜索"东北柴火妞"，点击关注，每天更新精彩视频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